街是卖烤肉的，只要买卖好的，生意好的，他的绝活一定是板筋。糖醋麻辣怎么吃啊？咱当地反正怎么吃啊？糖醋的，别的地方还做不了。他这个糖醋啊，就是老少皆宜。奇怪，糖醋的跟麻辣的，那个板筋味吃着，吃到你那个嘴里面哦，哎呀，那种感觉我跟你说，哎呀，糖一烤就糊，你知道吗？那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秘诀。吃到嘴里除了酸软酸辣，还有鱼香。